你都七岁了，你不是小宝宝了。你的树怎么变成许愿树了？嘿嘿，你看周围的这些树，都是我大一的时候同一批种下的。就我这棵树长得最好、最茂密。我们学校有个传统，同一批种下的树，只要长得最好的那一棵，就说明它有精神、气运好，所以大家就会把它当做是许愿树啦。我只知道你会照顾人。 没想到你把树也照顾这么好。是树苗本来就好，小时候爸教过我挑过树苗。春秋施肥，不下雨了还会来浇水。清明月说，你把这棵树当成儿子照顾。哎呀，我太喜欢树了。它活着的时候很安静，有一天它要是死了，变成了木头。 我想要把它雕成一棵永远都不会死的树。哦，你要完成一场漫长的与时间有关的行为艺术。可以这么说。<笑>你在干什么？看到许愿树，当然要许愿。你以前不这样啊，那会儿我们看流星雨的时候，小哥许愿你还嫌它幼稚呢。人越大。 会变得越迷信，你不是吗？我不是，我从小就迷信啊。<笑>这么朴素啊。 你以为会写爱情地久天长？ 那个就不是朴素了，那是老土。咦，你干什么呀？你把我吓了呀！这学校幼儿园保安巡逻。你这样有多爱吗？我哪里矮？我1米62。说实话。好，1米6，1米6。1米6怎么了？我矮着你了？爱着我？我爱着你什么了？ You.